为你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没有用的，你是那样拉轰的男人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，那样的鲜明，那样的出众。你那忧郁的眼神，唏嘘的虎渣子，神乎其技的刀火啊，还有那杯拽马提尼，都深深地迷住了我。不过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，但是行有行规，不管怎么样你要护清昨晚的过夜会呀、啊、叫女人不用给钱吗？我以为凭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呢，想不到还是一笔买卖。讲感情也要付钱的？了解，不过有的话早就给你了。最近流行吃素，根本没什么生意，我看这样吧，随便拿点猪肉回去就算抵我的过夜费吧。来啊，切你菜了，切了。有兴趣今天晚上老地方小度哈？你娘的！呸！你不爱啊？我先去。傻小，那个卖猪肉的不给钱，我帮你找人把他砍了。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、风度翩翩的猪肉王子。